们带着程程快走。那怎么行啊？大哥，你们走中国了，走不行。程程，你跟着丁丁赶快走，这里我应付你们。强哥，你们走，走啊！强哥，走。强哥，你要保重，我跟你江边会合，一定回来。好，走。强哥。强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就想问一下你，你的财产转给程程没有？强哥，强哥，你不能死啊！强哥，财产呢？你要转给程程啊！强哥，强哥。